一点就是说早晨的时候呢喝一杯温水，这段时间呢首先第一点你喝水呢是排毒，然后帮助皮肤会更好。第二点呢就是睡觉，就是正常人的休息时间呢是在晚上十一点之前应该睡觉了，因为十一点到一点的时候人们常说的肝胆相照，十一点到凌晨一点的时候是肝经在当令，在那个时候。你几点钟睡觉？十一点之前。我觉得他跟珊珊挺像的，珊珊也是，他爸爸妈妈要求他每天晚上九点之前必须回家，所以他，我就觉得他的这种作息习惯可能会跟他很像的。真的是，如果未来你们两个要结婚的话，那就是你什么时间喝水，什么时间上厕所，你的未来这一半都给你规定出来了。不是王哥，我就特别纳闷，他俩什么时候处对象啊？没有没有，如果啊，如果哎呀不是，人家这问题是人家美问的，家美啊，就是完你就支那头去了，我啊你也合适，你也合适是吧？那就晚上我就非得十一点多就不想让你睡觉，让你跟我唠嗑怎么整啊？你跟他说我的肝胆相照，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。我是你的心，我是你的肝，你还管你的肝胆相照？不会，对，你的小心肝也在那儿呢。你看你要哪个心肝吧？